这个冰箱我得想一想怎么补。我变成了怪物。这个冰得养好。不是怪物了。这边 A 一刀 ，A 一刀 ，A 一刀。这边 A 一刀，来一个 Q。这边 A 一刀 ，A 一刀。这边 A 一刀，小兵 A 一刀。推线你露俩，我一个不露，你难顶不难顶啊，宝？啊，宝难受不？什么都逃不过我的鼻子。带点燃的炼金怎么搞？带点燃的炼金，我们出多兰剑呀，别帮打野呀，一击上来直接凶的呀，让他不敢靠近兵线，这样他就推不了线，抢不了二了。不同的带法，不同的玩法，哎，这我就欺负你不带点火。解决我就欺负你不来点火，开局就让你爆大，他也没踢了，毛病是吗？脑壳子有包，我刚怕他跑远，我怕我这下 QA 不出来，我直接一小兵了，是不是就喜欢硬抓？我把我闪现给你交了，还硬抓是吧？嗯，妈买麻皮的，哎，我会怕你抓我吗？我给你个坑，我看你跳不跳？我家猎桑姆这链接要是断线的话，他挺容易死的。我们家这个阵容他不是，他不配断线。咱推一推线啊，省得他这会儿去游走。这波说实话真的是运气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哦人马在后面。我说这么耿直走着就过来，就想把我往他家里扔。祖安会还手的。你有毛病啊，这兵线你就给我扔那儿了。他老了块秒表，兄弟，他现在已经没有头了，你知道吗？全都是愤怒。现在我手持点火，我真想杀人，非常好杀的。这波梦魇回家出了个荆棘背心儿。你连喊都喊不出来。你这好汉排行榜，你都能排第一了，你真算个顶级好汉啊！真的顶级好汉，哥们儿。这也就是怪物的本事。起飞热宝。杀戮。一个刀有萃取，我现在只需要攻克上一塔，然后我就直接无敌，宣布无敌。英雄总是要，咱可以再去吃一个果子，攻克上一塔到达十一级，我这把随便一打二，随便一打二，宝，真的你没有听错，就乱一打二。我救不了。我朋友怎么给我发个微信？你在干啥？啊，我不在直播，我能干啥？他喝到俩枣吗？我出个这，然后我通过这玩意儿多打500块，等于我2300块买了这个锤子。他这个面板属性挂我身上，我都是赚的。我还能有机会拆对面的二塔，拆了对面的二塔，等于这玩意儿又多帮我赚500块，我这玩意儿等于1000多买。
1000多买的一个顶级大，一个解锁自己拆塔能力的大仙，那我不就无敌了吗？宝，我救不了你，你也不想救，你能自救不？哎，切，这人没视野了吗？哦，他传送走了。瓦子饥饿，这把这东西出来，然后得跟团，那你就得看情况嘛。我死了的话，该提醒队友就提醒队友嘛，节奏慢起来让你担待。靠拆塔的速度呀，这太快了，真的是太快了，玩狼人从没享受过这样的拆塔速度。600块，6国元。我把他扯出来，我已经好几局都是20多分钟60神装了，兄弟们，你知道20多分钟60神装啥概念吗？你已经不是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了，是你肚子疼，别人就得把脖子伸过来让你拉，懂我意思吧？就已经从狠种变成别人必须得屈服于你了。我收的就像爪子上的毛。这炼金的秒表最终开过了是吧？没有头了。队长。